能提升我们棒球的球技呢？啊，太难了吧！我要重新调整一下状态。啊，好难，好难啊！我觉得我真的不是投手的料哎。教练刚说真的。真乃在球场上的时候啊，我会蛮专心看投手或者是打击的那个姿势跟样子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要代表一下啦啦队女孩来实测一下，在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棒球环境工作下，能不能提升我们棒球的球技呢 ？Go！真乃现在来到二楼的棒垒球区，那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热身，所以我等一下先来这个慢速儿童垒球热身一下。儿童垒球80是我们先从这个来开始热身。我要开始挥棒了，暖身，好可怕哦！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啊！好难挥哦，这很难挥吧？有啦，插棒了一下。啊！哎，我打到了。好像只挥到两颗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插棒，一个有打出去这样子。啊，我已经满身大汗了，太难了吧！我要重新调整一下状态，先下二军。扭屁股哦！啊！哎，有擦到球了，有有擦。看来这个夏二军的调整频率可能还不够，可能还要跟我们的叶总小叶讨论一下战术。我们在夏二军休息一下。我刚刚使出你的那个扭屁股招数，也还是挥不到哎。可以教姐姐一下你的战术是什么？短打。短打哦，你说才行短打战术吗？那短打也要扭屁股吗？不用扭屁股。所以你比较擅长是短打战术吗？哦，弟弟擅长短打这样子，这弟弟真的很厉害耶。他说他以后长大想要成为棒球选手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哦。现在要进去100的速率挑战。这好快哦！哎呦！啊！哎！有挥到哎！很快哎！插棒，插棒！哦！挥到！大师兄们真是太厉害了！哦！哦！我开窍了，哇！我是是不是夏二军调整有影响？还有三球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下坠球啊？啊，没了，耶！我觉得表现还不错哎。看来刚刚我夏二军重新调整了一下心情跟呼吸，刚刚打这个100速度的感觉赞赞哎，好像挥了好几球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手腕有一点微微的酸，但还是蛮不错的哎。这真是一个很棒的运动哎，好开心哦！但我还是真的觉得哇，智胜大师兄他们真的太厉害了，到底怎么会出全垒打？那这里除了就是有挥棒啊，你可以感受一下当球员的感觉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选当投手。说这里好像有那个九宫格还几宫格的那个可以玩的，真乃下去挑战一下，看看我可不可以投出直叉球 ，Go！ 哎，然后就开始丢吗？对，就丢。啊！教练有什么撇步？你再玩一次。哦，有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只要你有中就有。哎。
好难，好难呢、啊。所以你现在都丢偏偏，所以你要往这边丢。我要往这边丢、哦。啊！我觉得我真的不是投手的料哎。真的。教练刚说真的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真的可以。我刚从第一球打到那边而已。第二球。我看到 A。要做吗？啊！哇！手算了，好，有你的分，好难呢、哦。哦，终于有投一个比较直的。投球状况间状况不是非常的好，一直爆头啦，准度也没有出来，可能要再重新调整一下。我再下一下二军好了。太难了啦，我真的觉得哇，我们真的投手真的很厉害耶。像我刚刚就是光要投到那个九宫格，其实我都投不到那个板子上，就一直挖地瓜，一直爆头这样子。所以真的投手爆头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这个控球控速控球真的很不容易。今天的打击跟投手部分就结束了，今天的挑战就是失败。耳濡目染的部分其实还是要身体力行啊，还是要常常的来这边练球才可以，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常常来大鲁阁练球。1.2方块应该都还开过，今天就吃啊，或者是今天是在一个大道城附近的棚，叫做雨星。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棚，我现在正在做补妆的动作，因为我今天已经拍了三场了，就是早上9点的妆，所以我现在在把它做一点润色啊，然后腮红什么的，然后在做补妆的动作。啾啾，最近很喜欢用那个辫子大师，自己就是造型师兼 model 兼化妆师，我每次就是这样扛了一堆行李箱。来来去去。这套就是比基尼，然后是连身的，然后还有这个颈垫。我今天这个造型搭了一个就是蝴蝶结，可爱蝴蝶结，放了一个辫子造型。这里就是一个主要以床为主的造型。然后这边还有动耳机，就一种很日式居家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像听着音乐，然后还有吉他，你看，这真的有一个吉他，他应该是可以弹，但是我是不会弹吉他啦。对，就还有吉他，对，然后有一些冰箱啊，然后这冰箱我觉得很可爱耶。它里面是真的有满满的饮料，就很可爱。而且就是蒙主，它就是都用了像那种粉色系列的一些，就是一些气泡酒啊那种的，然后看起来拍起来就很缤纷。这是一个比较居家的景色，拍起来就很有居家生活感。那准备要去换第二套了，期待一下。像今天是我第二套服装，水蓝色的。浪一圈自转，它也是 Wave Shine 的，就是编织型的泳衣，就是穿起来都蛮修身的啦。然后 这套跟刚不一样的部分，就是它是两件事，就是完全分开。然后旁边也是很基本的这种绑带的蝴蝶结，跟刚刚那套不一样。最大不一样就是它是分开的，不是连身。哦，这个我要就是自己也是蛮喜欢的，蓝色很显白。这个景叫日式的感觉，你看它有榻榻米。这两个，我觉得这里最可爱就是榻榻米躺着很舒服，在上面拍照摆 pose 什么的，这些感觉舒适。有一些很复古的东西，例如可是它没有，可是它今年回来照片，这种哇，超复古的这种游乐器耶。它是乌克丽丽的，算微微弹，但是我刚看到这个，突然好想去抱着乌克丽丽玩哦。看到这个就突然觉得很可爱，想学一下哎，感觉就可以来。
还有那种小扫把，打扫的感觉，就是穿着比基尼在家打扫。这就是我今天第二套服装，那我现在去换第三套了。这个景它呈现的就是颜色调啊，就是比较特殊的色彩。这一套是白色的全身连身的，封上一点小金珠啊，对。一样有修饰腰身的效果。你用一点二，非常一点二，慢慢有环台口肩就拿出来，或者是。我今天终于完成了三套衣服的棚拍，这就是我一天棚拍的行程，从早到晚。下次如果想要再看真奶拍同拍，同拍实录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哟，拜。